丁丁有单身吗？单身啊，单身。成熟的男人。要有智慧，外表不是重点。因为我本人呢、很喜欢喝酒，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酒瓶呢拿去退空瓶，那我们会去四个地方的 Seven 啊，然后全家、莱尔富啊、全联，不晓得哪些地方可以退。我们有18天台啤，还有我们的红酒瓶，没有退过哎。那我今天请丁丁跟我们一起来退我们的这个空瓶。OK， 它这个上面呢有一个那个回收的标志，而且它下面有写退两块。但这些千万不要乱丢，小动物都会被割伤。对啊，清洁人员啊，我们拿去退退看。好啊，换一点酒钱回来。对，换一点酒钱回来。出发，出发。OK， 我们现在先去小溪退退看。好。题外话，丁丁有单身吗？单身啊，单身。成熟的男人要有智慧，我都帮你讲完了，要负责任，然后成熟，外表不是重点，可以退空瓶吗？可以，这我就直接帮你丢了。哦，这个直接帮我丢，对，直接帮你丢掉，好，直接帮我丢掉。哇，大于对面全联可以退，对面这只是全联，啊，这只我可以帮你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从哪里看是全联啊？没有卖这个，因为日本没有在卖18天。所以呢，身份不能退18天。我们18天换全联看看。全联换。希望全联可以退。可以退一下，但是呢，我要去。这个不行。他上面没有写，这个。那这个车中的不见得可以退，但你看到这个可以退，这个可以一面写。哇，太棒了。所以一定要写2元才可以退。哇！谢谢谢谢谢谢。2块，真的，我又有酒可以喝了，我要2块，一人1块好了。一人1块，没关系，我不喝酒。全部喝掉，一人喝2块。好，接下来全家的。接下来全家，顺便问他这个。对啊，这个被遗弃的还是。还有4块，我好感动哦！你真的不要吗？我真的不要。哇，我可以多久钱呢？我等下还要再买很多18天。那全家他一样是红酒瓶会帮我们回收。我想问一下，空瓶可以退吗？我看一下的话，有红酒瓶跟18天，还有金卡。在你们这边买的也没有，不是这个本来就没有。哦，这个没有。好，很爽快。这个有这个标志。好，谢谢。两次，谢谢。很有人要的，谢谢。对。今天呢，就是这一罐，它就是被遗弃的。对，红酒瓶就是全联 Seven 全家跟莱尔富，他都没办法退给。家乐福。是莱尔富，对不起，家乐福他都不会退给你，但是他是可以帮你回收，这里有4块，各位扎扎实实的钱呐、24688块耶，红酒瓶退不了、那我有问小七跟全家，他们是米酒瓶也可以退，那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喽，我们要再去买好喝的来喝的，大家支持丁丁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环保环保。